就八 K。我们先回到场上，这一球打到的是在右半边，结果打穿了二垒防线。用力一挥，刘俊豪这记右外野安打，成功让垒上两名队友送回本垒，替富邦悍将拿下两分，率先破蛋，这也让统一师开始紧张了。可以把打者冻结在原地是最好的。这一球推到了右半边，又是 fair ball。顶着压力，林祖杰和柯玉明接连敲出安打，统一师打线热了起来。接着上场的小黑邱志成直接将两队比数追平，但悍将终究是悍将，五局下重启攻势。这球有机会 inside out， 打到的是在左半边，最后没有接杀。眼看球滑出手套，潘伟翔加速快跑拿下一分，紧接着王念好再拿一分，富邦悍将4-2取得领先，持续守住中场，击退统一师，本赛季以第五名坐收。接下来季后赛各球队该如何安排先发投手及打线，将是球迷关注焦点。但紧接而来的世界棒球十二强赛将在今年11月10日到11月24日举行，东森新闻将转播精彩赛事，持续锁定东森，一起为台湾加油。东森新闻生活中心新北市报道。热血棒球魂，十二强争霸看东森。